的哈，我们算杀青哈。户外杀也杀青了。对，我们都杀青了。这几个月相处下来感觉如何？哇，很糟糕。你说跟我吗？跟我。我心里面卸下一大块的那个石头吗？石头。终于不用每天面对了。有点巧吗？他只是情绪比较丰富一些而已。好啦，很好啦，棒的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他时间要吃药了，太嗨了。你们去访问别人。好，谢谢导演，谢谢。这些年过多久？心情上感觉如何？有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？当然有啊，就是我刚刚想说，哇，这部戏我想要第一集，到现在，这应该就是我拍最长的一部戏目前。但是我觉得我跟第一次学会说接受杀青这件事情心情就不一样，现在真的有种自己可能已经长大变成一个老鸟的感觉，有时候开始会怀念当时就为了杀青付出过来的样子，就会比较成熟的方式面对杀青。搞不好杀青喝了酒就不一样，就是另外一个感觉。快点，要放下，快点！就觉得这几个月以来，谢谢大家，就是一起共同完成了这一部《跟鲨鱼接吻》。那全部的话就杀青酒戒。导演，慢慢的配着酒，好好的感谢一下。导演。